大家早安，老师早安。我刚去的那个门哦，你看到很大哈，什么店啊？我在龙永的已经很大，老板呢？老板站在坐在那里，他有会紧张呢。店你坐，你不是店哦。你永永，我站起你坐呢，我算紧张。好。还有我们在这注意节来电，大家早安哦。啊，我好，今日会使讲分享，来感谢着咱天文书店啊，小天干的积分，做事也丰足，真的是快乐了大家，由于来电，今日我感恩心，啊，都有咱哎，咱一手大仙，伊就来写的天文书，来写好笔，啊，做前人，啊，黄平师。啊！一九九一年来得到好康的鼓励、宣传，那么好康呢，今日就有这个这么好的一年，来跟咱九一年共同来学习。啊，因为呢，好康，而且咱电视呢准备跟咱啊，已经伫这个开头的时阵呢，因好康今日要讲的是布施的心地，咱电视呢就有看到好康今日讲的题目，因此呢，伊甲好康呢已经提水哦。一半以上啊，伊有知识的意义，伊个报喜的知识伊咧，就是伊个金刚经，而且经义咧，甲咱讲到非常的详细。所以等一下咧，各位姐姐，咱就以个上最轻松的心情，哦，啊，甲学校做伙来学习。那么学校今日有一个影片，哦，啊，甲咱学校的意义，咱自尊号大员咧，伊伫咱个新加坡伊活动。所甲咱慈悲的六度万行的布施的心地呢，来甲咱各位一个共同来学习。那么因为这个题目呢，也是电视学校的，啊，学校呢，只是叫我依着这个题目去咱泰国哦，泰国西丘呢，学习的一个资料。那么学校就依着这个布施的心地，来甲咱各位一个共同来分享。咦，安那未调回身体呢？你这五项，因大家拢有看到五项嘛吼，爱甲咱来治疗嘞。那么当然，咱今日五项，哎，会使讲在所发现，啊，伫咱房间里，甲咱各位前面到其他嘞五项啊，做项目嘞吼，但是五项会嘞安尼，真正咱各位讲哦，唔敢懈怠哦，唔敢懈怠心态嘞，来做伙来学习，甲咱的前辈这样做学习。那么布施是有多万年嘞？一道，而且咱拄只咱点门师讲，过膝入道内底，就是像咱的双脚，就是像咱的双脚，就像咱两只脚。啊，咱若要会当来来行入道万行，第一个重点就是啥物？爱行出去，对不对？咱伫厝里讲过膝，坐伫厝讲要过膝咧，是有所困难。但是要做过膝，而且发这发落去，会使讲非常。咱在这做一件代表，咱今日会当花着咱宝贵时间啊来遮，甲咱共同学习，而且会当来扶持这个法会，把咱这个法会会当圆满哦，来成功的来完成咱啊这个天书，其实咱拢是归头菩萨的这个功德，而且就是保持着咱。宝贵的时间，甲咱的精神呢，而且呢，会当得到咱上天给咱，人讲用钱买袂到的啦，吼，用钱买袂到的功德。人生有四分存折，哦，啊，常常家己可怜，啊，哦，但讲来讲，第一分啥物，叫健康的存折。你无健康，无因后壁袂讲，对不对？因为无因就会生数字，哦，所以健康重要。有健康。啥物拢无问题，咱咱去做出些出些工课。咱若无健康呢，咱阿母常常甲我讲诶，哦，伊讲你会了。如果若无我买转去呢，伊讲是阮导游诶，正常。我看阿母来，我阿母来啦。哦，伊讲是阮导游诶，正常。你得爱有师傅吼，八十外岁，咱够有当有遐脚车出来用吼。所以吼，健康重要。啊来咧，伊得有人际存折。咱一个人伫世间无朋友会安怎？哦，真正有够艰苦的。无朋友，你家己伫厝里
就不会了哦，所以还有人寄存着，还有天空五人寄，还有什么？我非常心一定爱有金子，对无？哦，你一定爱有现金吗？你这现金盘内底哪拢无半角，嘛是足艰苦的啦。拄则咱就是讲慈悲，一定爱福慧双修的，有当心有用，足好做哦。所以第四本，我发感触上深的就是一本，叫做《功德妙莲宝》啊。啊，功德妙莲宝啊，用钱干买会着？对袂？以咱听经典点的书，思想要哪样慈悲？像咱的前辈教，食素食达十年。功德，以拜师的功德，各位姐姐，恁用钱买买到买的啦，绝对不可能。哦，伊说，咱有一个故事讲，啊，一个王伯爷要甲一个修行者买五十年食素食的功德，买买五十万好啦，敢买会起？对，买袂起。所以呢，伊说讲功德的尊者，是按人讲西方的各位，啊安怎真安定。伊说咱在真正世间内底吼，世界各国即面济个修行啊，你拢为着啥物？要为着真正会当了脱生死轮回，因为这世间是苦海，但是呢，咱一般上是拢安怎尽苦海为荣，哦，啊，你像怎样？所以呢，伊说遮尔只大八卦，伊只轮回，就咱电视呢开发了有几位安尼优越的人吼。地位，那么财政主义这些，那拢是开贵地位的这哦，培养培养。那么为什么要来开班呢？我一个体会嘛，是讲，咱为地开地位了后，咱也要透过学习来当培养。啊，师祖老大咧甲咱讲，无名利便修德。那讲无名利要来修德，诶，拄则咱电话师讲话讲，欲望民众嘛。那么，给咱开智慧了后，咱要咱开智慧，伊就要透过因依所得福缘、三业苦逼来给咱开智慧。那么，咱开智慧了后，再做出一个来个报告法，咱搁加一个啥物书名？咱绝对有透过，今日咱拢有书名滴个，咱今日就来上班。如果咱今日若无书名滴个，就是拄只来自闭个，我变来佚佗。爬山，哦，要来逛百货公司，做爬山来要来吃，要来露营，绝对无把时间用伫即个所在。但是恁今日用一部分时间来遮受苦的补教，吼、哦，不管今日讲师学学习的过程内底的资料是不是适合个，各位先生上少，咱一定是有各个补教，吼、哦。那么咱分堂的师生是有感受到、有感应到的先生。在当地是有钱的，咱今日下里来来超市哦，应该伊体会较深啦。咱苏贵组长哦，体会特别深哦，因为呢，伊过去哦，吃好了后，每啉一嘴汤、一嘴茶，就来有事讲事。但是呢，伊来有事讲的过程，咱在开店的，而且迄个专职店头的嘛，伊来要来讲，不是讲多些感谢呀。参加哦，啊，感谢了师长等伊。我伊人伊只我我袂使有袂讲，我是代言者。伊等伊了后咧，甲伊太太一碗米索，等下甲伊留问。这伊留问，我太太随讲啊，一碗米索等下甲我食一下，含豆腐啊拢无去，原来是来处理作业嘛。顾袂当安尼伊嘛吼，愈饮愈欢喜，怎啊拢总甲伊留问哦。所以咱受讲的普照，是咱真正有咱的。言语文字无法度去表达，但是人讲文字哦，是好好好。除非是老代言者啦，老师去拍电话啊。哈哈哈哈哈。哦。哦。是啊，啊就是维修，哦维修做怎样？咱厝内维修做怎样？啊，佮而且嘞，迄个咱清洁哦做怎样？咱清洁嘞扫地上面，一定爱在。哎，来，你身边伊有好有习惯来对伊身边的吼，伊到底有性格？各位先生，伊用做啥物工作来讲呾？洗面霜，吼，就是迄十间面霜拢伊咧洗，伊咧擦嘞，吼。M2、M3、M7，这当面是变到伊咧洗面霜。那么伊无微信来对，是工作非常非常多，但是拢无去讲去想，伊安尼，讲讲啊做，讲讲啊做，做到
忘记要吃了，还是要再给我们做一下提醒啦吼。啊，因为太太甲来讲，今日阮迄个吼车门，啊，你看你都叫爸爸再去吃哦，我惊死。所以后来时间有迄个油糕，我做一个油糕提醒。你是去，你叫你爸做油糕，都真多钱钱，都我来回二点钟。但是我教老久就教十分，哦，就是只要教咱个浅浅社会读经而已。但是各位浅浅，不单单是普通的代志，就是做布施，啊，就是布施的心的，哦。那么我下面今天就要来跟咱各位浅浅共同来分享哈，就是影片好看，所以你卖滚哦，看影片听小歌，听我讲就较好听哦。所以各位浅浅来注意看哦。那么在咱要学校要跟咱各方学习过程，进前的咱先看一个影片哦，这是天宫一山间哦，仙姑嘛一山间，这个影片叫做天宫上述仙姑一两间。咱今日是不是咱做布施，而且发这菩提，在咱的修炼之间里哦。这个人呢，等于讲，哦，这个人生长了后呢，伊来到天堂，这个天堂门口的这天使，你来实现哦，实现讲我是不是咱去天堂，哦，还是可以去啊？那么这一面内底，这个天使呢，伊就尽量，哦，伊来等这个叫做不通过，哦，不通过，会到去天堂，哦，你去不会去啊？那么其实人这个。也是不当的天道，功德圆满哦，功德圆满。我以为当的哥，你还来幸灾乐祸哦，拜托你了嘛，拜托你了，也来。但是呢，伊嘛是无后悔啦吼，所以呢，他的。
拢是咱今日呢，会当伫遮坐享其成的诗歌哦。那么好哈，来记着咱师尊老大爷，95年呢，伫新加坡去义工的哦。这个班呢，像咱杨林华副理事呢，伊应该有去参加这个班哦。新加坡有去参加过。那么这个班呢，哦，6多万名义工，不然班不然干那个啊，义工等于是我今年呢。去新加坡，我哈今年负责着咱新春晚的这个学习，所以我哈今年呢，正真正伫得了第一次单年，第一单到新加坡的活动。哦，咱的新加坡活动隔壁，拄好咱南边单位的天一活动。啊，因为迄阵为虾米伫天一活动办？因为咱新加坡的活动，迄阵要进修，哦，准备进修。啊，即卖我哈真正无想要多说，哦，我哈嘛带新加坡的活动。那么隔壁的天意分享，那么伊伫95年的时阵呢，伫新加坡天意分享呢，甲咱慈悲的即个过失法界和平六道的第一道，所以讲师尊慈悲甲咱讲，破得伊心性下定由心观，伊心破得的康慧，各位姐姐，咱爱以身先，就是讲哦，要不让人后，啊，你可能建议。爱一心做一份子，一心做一份子，因为咱拢是别人的前面，嘛是人家学学。那么在这个过程内底，咱建议修养学道，一定爱心去做。但是拄则电话师有讲，咱一般的医院拢会是安怎？报喜，到时就是我提钱出来报喜，还是讲啊，我提出物件出来报喜。各位姐姐，等下学学，会依着师尊老大人的嘱咐，来甲各位姐姐做一个研究，一心。那么布点新鲜，下点有新观。今日咱大下大点，小下小点，但是咱要下，伊来有心哦，有咱的内心，今日嘛爱用咱的力哦。那么这心呢，有新观比较好办。来，以一个小小的典故来甲咱做一件分享。咱我嘛听过讲话邓文吉的故事，邓文吉。两文钱的故事，那么这两文钱的故事呢，就是讲，伊聊完四训来给人，咱若看聊完四训，这个故事册呢，咱才当去了解。哦，伊讲有一个人呢，一个小女子，细汉的时阵呢，伊看到，寺庙吼，做侪人伫咧拜佛，啊嘛拢在做过世，哦，是一条条过。我来听讲，有时拜拜，咱会听音乐未？会啊，各位先生，上无法去大量哦，吼，迄大量已经上济。你看台湾市吼，他们一电脑有钱箱，一电脑有，一电脑有，哪电脑有，拢伫咧上头前的这有钱箱啊，哦，大量已经真济。啊，那是好事嘞，会啊，上无法去吼，我来换迄50块哦，这是一个好事的工课。那么呢，跟这个小女子呢，伊看到了，伊讲，哎，大家来做布施，咱一定好报，我嘛来做。可是呢，伊家底啊无报的哦，我告诉你，两文钱，两文钱，古早时代两文钱，何下唔知啊，是偌大啊，应该是足少吧，哦，就像咱即阵的2块也好，还是10块也好。那么，伊咧就提起个布施，那么呢，做善事对无？爱去布施的时阵呢，遐主持，遐事。对，然后和尚的师傅嘞，伊就甲伊的弟子讲：，今日这个小女子，伊就以专心专播伊财产两文钱来布施，那么伊的师傅要亲自来做回向，做功德的回向，哦，啊，所以就去跪伫遐的师傅来做功德的回向，那么伊就足欢喜，就得，哦，那么等伊了后嘞，这个小女子嘞。一个一年修学一年之下呢，来互选入中内底。那么选入中内底，再来看了，所以连环转啊，哦，我较袂看电视哦。那么所以连环转就是古早时代做，你做咧，各位先生，咱袂看咧，做滴个什么连环转对无？甄嬛传，哦，反正就是古早时代的，爱记哩。
弟兄姊妹了，一定互相的崇信哦，就是互相介意这个教育的预防。那么有一天，伊真正心就碰着，爱的回首，佮我肯定是好棒。那么是我以前细汉的时阵嘞，去报喜两分钱，所得来好棒。伊厝嘞，伊算是红的钱做事，红的做事赚2000两。两千两，早着伊个水涨，就是咧，国疆内底、皇疆内底个，而且官兵个，足侪人安尼好讲好差，足老热个，有哪去到即个电视要报喜，啊，煞伊就报喜两千两，但是呢，即、這个师傅看着伊，无讲来，我甲伊做会哦，做公道个会哦，伊叫伊个小徒弟啊，讲今日换你做，啊，嘛是安尼做。是伊个徒弟个，即个洪彪呢，做迄个公益个会员。但是呢，即个洪彪细汉是一个善解个小女子，即个是一个洪彪啊。那么伊个怀疑呢，会用哦，将心比心比较无法互我慢慢分。我以前报喜两分钱，啊，你师父亲自甲我做公益会员，但是呢，连我报喜2000两。伊煞叫伊个徒弟甲做会咯，伊就讲师傅，那么这师傅就甲讲，伊讲吼，你煞报喜两分钱的时阵，是伊叫你100%的收，100%的诚心来做报喜，所以我看到你的诚心，哦，看到你诚心的甲你做公平无量做会咯，但是今日呢，你摕2000元。带遮尔济人来，你叫做安怎？你叫做叫公益上。以前咱电视讲叫自上菩萨，由五上天上照相上是啥？即位菩萨哦，所以讲今日是伊个菩萨天的来做菩萨，看到你的傲慢，看到你的恐高哦，看到你的吉祥，所以咧功德因足少足少哦，只有小徒弟来做会用的足少有。那么由这小弟部分了解，各位先生，啥物是由心观？啊，若施恩的，就爱施恩的，哦，你今日施恩予别人，你爱看咱的面容，啊，是讲你今日爱有安分守己，知咱的分量。哦，比如讲我打50斤尔，啊，你操劳我爱咱打100斤。哦，比如讲咱今日各位先生，咱拢是一个小弟的，一个人才之一，咱敢会当讲？我快去做念佛师的工课，去做助理的决定的工课，去做所有一切各项决定的工课，不可以。只要咱是分队，咱拢会当结成。啊，咱结成，咱就我甲咱分享哦。咱有七种的布施哦，拢伫咱的心腹内底，哦，伫咱本来具足结成内底。那么就发空爱三体，就是爱三如体空哦。无布施的话，无想布施的，伊无咱布施的物件，即三轮体福，带咱真正功德圆满，因为带咱积福有无边，哦，道顶地一道，也就是讲伫中道万年内底，咱修菩萨道的地，内道内底是地一道。那么各位学员，只要咱当做咱真心的布施，咱就会当避难即感情。避难，各位学员，避难，咱若听道理，用安尼听哦。像叫做资源的苦海，对不对？人生有足侪苦嘞，亲像雨巷吼，咱各位先坐到坐椅仔听吼，有时啊足无聊，感觉讲我足爱困，目睭都迄落触袂起的时阵吼，足艰苦，对不对？但是将心比心，我徛伫遮，爱徛2点钟，搁爱过过。你穿这领衫会落来，互我用伫咧刷电吼，安尼有艰苦无？袂当随心所欲，对不对？这拢是人生的苦海。啊，其实人生的苦海，人生内底，若要用一刀片吼，我是笑出来啦。两分钟的人生呢，会知影咱简太太吼，就是咱花莲的简太太，透早甲我传一个人生2分钟，哦，对妈妈发到外开始我往前的到这世间来。大汉读册，青年、壮年、少年来，壮年娶某，娶某了来，壮年、壮年了来，老年啊来嘞，归队伊。哦，无心兄弟，对无心兄弟两分钟就，时时时刻甲两分钟就死掉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啊，
是人生讲短暂、短暂都短暂，但是你若甲使用诶，伊是非常诶，而且宝贵，生命是非常诶宝贵。看你有去甲伊使用无？那么彼岸叫做极乐诶彼岸，那么为苦海诸岸哦，啊会当真正来突破，有啥有偌济你敢知？心心相连啊！五蕴皆是苦，生老病死八大苦，所有的苦，这叫做苦海，对不对？人生有八大苦，生老病死。我阿刚去看一个先生，伊甲我讲吼，咱就无五蕴太难断，啊，互阮去倒找伊。伊讲看到太太较艰苦，伊真正有够受疼。迄囝儿哦，有够友好，第二后生带伊。中国的吼，啊，因太太搁咧开迄中盘，下班回来辛苦洗洗，食饭食食，拼来到医院，已经来看伊妈妈，逐天搁来，哦，啊来看了，啊，搁表那里得了，哎呀，我讲，伊若搁较友好，就无法度代替咱的心苦皮尔，安怎疼，伊就无法度，对不对？咱只不过阮太太是安怎，佛教对菩萨是安怎，伊是咱人间的活菩萨啊。但是伊会拄着苦、病苦的，哦，伊去自然回收透早两点，两点咧，何法比回甲转好过，起来叫回收啊。啊，迄叫回收叫了，我头前吼，迄公园啊，了拢伊扫树了啦，我拢够感动的。但是伊嘛是拄着病苦，我问讲啊是安怎啊？伊讲吼，就是食少，多些钱咱等于吼，咱食素食咧嚼饱，啊，伊水果甲嚼足，茶咧伊个充足。安尼较有排便，安尼排出来，伊就是拢排便排袂出来，排袂出来，迄毒气内底对不对？不管你食侪食少，咱拢排泄，哦，啊，毒气排入伊内底，排袂出来了后，咱引起发烧气了，哦，但是即摆已经好啦。咱刚刚吼，咱杨师傅人家做伊几个先生伊讲讲，已经好啦，哦，啊，倒去啊，咱一个像阿明伊，做细汉咱知嘛吼，一班搁有来，一班搁无来。里边有好些坐的，蒙蒙床头啊，头前，怎啊坐了？伊啊坐了，看人看来，对不？那么各位先生，住更加友好，都无法度人代替咱心无平衡。因此，各位先生，比咱们大家极乐的比格，你爱有法度冲破咱人生这个八大苦的洪流。阿边话，边话大智慧，才有法度人冲破这个苦海。所以呢，咱的迄个什么啊，六祖坛经内底叫我摩诃跋摩佛的，变在讲大地为啥我都能得平啊？因此各位前行，咱拢会拄着病，吼，无一个人会当无拄着。但是咱要如何拄着代志的时候，要会发大人真正烦恼即菩提，拄着烦恼是为你的智慧要如何开启来突破咱即个烦恼，这就是咱今日要学习。点子底下是，就是要真正有法度人会平安。其实平安就是咱老家啊，三处会当甲转到平安。当下就是平安啊，只要你有法度，哦，有法度人拄着烦恼，即菩提啊，菩提智慧开发了出来，安尼迎刃而解，你得解决解脱。今日就互我自己想较简单的比喻，哦，比如讲今日。可是呢，你敢知影嘛？因为学校吼，担任咱的干部啊吼，啊学校吼，就是专门拢要推广的，对不对？电玩师助理的啊，就是阮啊，阮这边呢，咧开会吼，我拢去互红顶包，去红顶搞万头包，啊来开始推广，大人心酸的心哦，啊一年当的心口的浅显，规个就心口的这个。这个阶梯吼，拢是这人才的这些树立。那么底下要起的这波要大起，不是啊简单嘞。伊会拄着安怎？哦，我食菜敢会无营养？哦，我食菜我艰苦敢会好？哦，我食菜，其实各位先生，咱个免烦恼，你啊看伊食素食才六十年，哎，防护顾问，我底下看敢防护顾问啊，啊敢那万事先生，防护顾问你敢食六十年的素食啊？六十年话，六十年嘞。十年的素食，你看伊面红个，
今天阮因公因昨暝阮昨暝我台轮椅班班拢教，叫我谢谢你。种个我无回收，是咱爱去学习的吼，但是袂无营养啦，对有营养。啊，我有敢买几款咱食素食袂破病的鸡鸭啊，但是大事袂化烧，小事袂化。那么时间就爱献钱，而且时间，咱真正等人带，咱真正达到天道，而且时间，人间爱实现天道。咱今日受尽，才发到真正转去到天道。啊，若无咱今日而且去做侪贪嗔痴慢疑，做侪怨恨，你讲你心境，你一点的灵性，无达到心境，要转去到老母娘呀？达到极乐，各位先生应该有所困难。这是我的体会啦。好，啊，咱来就开始来进入本文。咱拢知影，过膝哦，健康膝盖哦，做啥物？哎呀，我来用用来记。声音。声音，金雕哦，轻微，精进哦，太开，上进哦，散乱，地位哦，如此，这叫六道万行。那么第一道，过膝哦，健康。什么叫健康？人讲健力，哦，健力就是讲，哦，你讲咱当咱的前贤真是第一挂啊！各位前贤，我一个甲咱分享一下啦。咱李文波先生，哦，今年即届，或是一百箱的大病，互咱爱上运动的体力，一箱卖一千块。各位前贤，应该是还阁有几箱啊？像咱今日最近个就是破四的。那么，伊主歌，那么破西，而且菩萨心等，一百箱会当卖偌济？各位先生，你敢知？伊讲一箱一千，一百箱都十万块，哦，啊，十万块对一个农夫来讲，非常的济呢，是乌银钱还是贵台银呢？哦，今日若贵台银，当时了十万块可能哦，无对伊来讲无算啥物呢，但是对了一个农夫来讲，哦，正常个农夫来讲是一种。我伫遮也是讲，今日伊就是够足，伊足，伊才有度量一下，所以才会让你度量个健力个弹性。然后平时，对，汤是平时汤。但是呢，各位先生，我较小小听我讲讲，这是我讲讲甲我讲个。汤就是你斤两个这个背，就是你的钱财嘛，你的财富。内财跟外财，你今日你头前的心汤，啊，人银呢，甲分出来了，这个病就会无。哦，我爸爸讲，啊，你甲这个汤的心毛甲分落出来，分落出来，分落出来，哦，这个是病啊。所以呢，咱一早做完工作，咱第二时阵，咱来奖励上前线的，才看到啦。哦，这个呀呢。我来分享一下，用真人实事哦，无我白讲的哦。讲出阮关注伊，伊转去老母娘遐咧享受，中华歌舞啊。伊拢会提来教我讲，你看你嘛，这爱心话要布施的，食必香，啊，搁一个食啥？必香先生，恁叫做啥物名？食应仙。伊哥哥叫做食应仙。永远拢是仙哦，哦，啊，咱这个前贤今来参观这个假弟兄，多前贤，我当我当有报名无啦，是叫我报个，啊，咱恁做龙华师，逐个拢去两百，哦，啊，就甲我写一张单，假应仙，假弟兄，哦，两百，多前贤，其实是无效对啦，无效咱想，我恁一个月多是一间，我一个月爱开一张单。哦，啊，互我再开辛苦对不对？你袂使开辛苦，一百嘛，爱开两百嘛，爱开啊吼。啊，好就讲，迄个，当初，看人计半年交一届，是一年交一届，哦，啊，讲一届好，拢无哦，两年你是正两百。哦，当初准备请你指示，请你教我指示，伊就讲哦，迄安尼一百一百报是就是一届发生，各位先生，就是一届发生。哎，一届发生，伊就会怎消伊个恶业，消一届，一届报喜消一阮，一届报喜消一阮。我讲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啊，伊报喜，互我开心，互我可能嘛小寡，伊也消小寡啦。伊一阮无嘛，互我嘛零点五分啦。哦，而且今年来，哎，互我吃苦了。真不只讲个话，逐句都拢是智慧哦。
来看一个鸟，这鸟片吼，足好看，注意看，你才知影意思哦。咱老菩萨咧看有无，再来，我再来解说。
新婆咧，过节前检查信用是毋是，若是阿嬷摊过买咯，上电视无？上电视听讲咧，上电视一分钟、两分钟爱偌济钱，但是别甲阿嬷摊过买咯，上电视。所以是举手投足，心肺功能的健行，甲咱来清扫的同同款，可能平日读书。再讲，咱坐伫遮，伫遮念书，咱当然读书爱做到满身光。咱下昼去坐，开始甲念书。这叫做伊讲，伊会当付出伊的体力，付出伊的能力来做一个公益的建设。这拢是布施，布施是钱财的捐款，这种资金的这款吼，就像咱也是的那种种植爱心花，咱侯典老师是会长，伊就如今即摆侯典是做会长。啊，何哈江南主是总干事，哦，那么你这一年内底何哈师兄呢，就咧去外口啊，人来报一个案件 case， 哦，有时啊江南主啊在何哈，何哈不一届吼，咱多啊头一个杨小姐报一件，伊就开车啊在何哈，啊在迄个杨小姐多啊头咧，哦，迄个杨小姐，阮两个西阮三个靠外面多些钱，你敢要相信？你山路吼，哎，我来我去，我江南组，我甲在用西古车，伊在西新车，我哎边个是我客家咯，我讲我甲在西古车啦，啊，若我江南组当然，我可能爱学伊个，走，哇，我爱念咧，那个一箩筐就对啦，就讲啊，无一定要买个新车，啊，西古这机关，机关较会处理哦，去救这一个案件，一个迄个单身的吼，啊，手术卡啊袂行。啊，迄、那个杨小姐较有了解，伊咱无了解是会客，是咱只是客气。我阁提资料俾你听。啊，杨小姐，我看有客气，啊，面够白，啊，水个好，足侪物件，哇，一堆比咱迄个金钱搁较简单。迄、那个杨小姐是不得了嘞，吼，我出赞叹迄个大头迄个杨小姐吼，伊常常包我，甲咱爱心的过客。那么你这语言内底，我刚想讲，咱钱财的救援。是要做一种福气的款哦，但是无法大部分拢会动伊的拄刀啦，哦，无法大部分拢用尽方法，甲倒来开智慧，哦，来开智慧，那么这叫做财师，财师，咱有内财外财，要等下甲咱各位先生共同来分享。那么财师会当消业障，财师会当消业障，还是讲咱今日来做布施的菩萨的行持。各位先生，上天的来做一个化妆哦。你拄着大事会化小事，小事会化好事，一定会拄着。因为咱过去是所做，阿凡外面来所做，伊会连咱无法度去了解。但是伫即世内底，那么伊世修，伊世事，一定会拄着。但是拄着的时候，上天的来做一个化妆，就是让你大事化小，小事化。各位先生，咱应该肯定，哦，咱应该肯定。啊，有休息吗？哦，没有，因为我现在都在家哈，搞不清楚我们现在有没有休息啊。如果要休息，我十点就到我来休息了。有时啊，以前可能你到我来休息，十点休息。好，那个来研究啦，是做到哪一个职位？伊讲，布施是随意的配利，愿意赞叹传授。我前前，我发依着咱师尊老大人的智慧，我发让我讲着，在世发心无一失哦，咱注意听嘛，因为布施就是三施遍地，哦，就是在世发心无一失。你讲过就是在世，那么在世会当咱消业障，来热爱后面讲着发心啦哦，哦，因布施是随喜的遍地，咱过去有得，伊愿意独教。福德一早，你阿娘年少时，江天华的一代名师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咱看出一个福德的故事，伊是关机独教。咱个人问的因也无同款，所回答的伊回答嘛无同款。哦，愿意赞叹的传授。那么来教咱孔夫子尊师赞口的时阵，咱有读《论语》，咱就知哦，有三千弟子七十二个师会。那么每一个问的呢，拢无同款。每一个门校也好，哦，啊问所有诶地理问题也好，哦问文章也好，所有拢回答袂到，伊因材施教，因
在心上。那么各位姐姐，咱今日大人去新村啦，新村道亲，那么是一种随喜的便宜。今日咱今日来讲，比如讲咱今日去新村的道亲，伊是一个老菩萨，是坤德老菩萨。那么咱去做点乐事啊，啊，做咧点乐事讲金刚经的，伊去讲金刚经，这老菩萨有啥啥的，有啥啥。但是呢，你讲我讲咱点乐事去咱是坤德钓鱼，是不是？去演好戏啊！啊，家己修点的是去修砖的，那阿贤家女人的，也就是伊着金箍棒，但是呢，伊个本身甲互相的会清楚，而且容易经典甲生用生活化了后，两个少年听较欢喜啊，发气求欢，我阿妈对伊边仔听一点钟有吼，每年到一点钟，一点一点，听迄个金箍棒。金刚经生活化，而且得意。那么这个随意的便宜，根据站台的传说，各位先生，咱一个人，若心情出坏的时阵，伊去找咱这些知识的时阵，咱今日甲伊做一个分析，甲伊做一个开化，开用言语甲伊开通，哦，伊就欢喜的，伊就甲伊心甲掏开。哦，家心甲透气呢，因为咱每一个人拄着困难的时阵会做无助的，但是我较慢拄着啦，各位先生。但是咱拄着时阵爱安怎？找善知识，所以爱找比咱吼更较有智慧的人。你莫讲我，你拄着心情够艰苦，我来找阮囝，哦，找我读二年的囝，爱找我三年的囝，啊，伊绝对无多人解决这个心结，哦，咱爱找咱有智慧的善知识。有些知识会当用言语赞叹来传送了后，咱有刻意拍开心间了后，各位先生，我们才能够得到解脱，才能够得到解脱。或许是方便观嘛，用一智慧的行为，哦，或许是方便观嘛，人讲善巧方便，就是讲咱今日哦，每一个人拄着一面无同款，那咱要用什么方便观嘛？即阵咱即阵要先做，但是大人咱有用做侪方法吼。即马有成全小组吼，有啥物啥物小组一包一包一组五个来，啊有做侪方法，做侪方法，为了讲道理，为了做点心的，为了吼，迄落带人拢无同款的任务的时阵呢，叫做方便方法。但是各位先生叫量力而。但是讲你今日大人要修身养性的时阵，今日是今日需要点关师，今日需要助力，需要那个前一天讲师的时阵呢，咱真的就是爱去听这些人的，教咱做伙去宣传，教咱做伙去大人。哦，你像我发即摆伫个关田国小的中心班内底，我发即摆出来吼，第一甲佩老师是带较大汉，就是低年级、中年级。高年级啊，我较衰班是啥物当当当，幼幼班哦，我较吼是班十五个，啊，即摆咱美女老师上个新工，我较即摆把咱迄落秀班老师请去我协助，伊讲美女，我才来去协助，我较吼可怜，不是可怜啦，超欢喜个，为虾米？像阮孙啊，比阮孙较细个，阮孙即摆上细个话读一年啊，我来学来读一年级啊，啊，迄个小班中班。我先生，你刚才火花爱爱装蛋汤吼，你汤火起来不是很简单，你点多起来不是很简单。第一，你发钱对不对？第二，伊对我汤。啊，即摆吼在关联市区呢，以前都有一个过冬的，过什么叫过冬？坐伊也袂成为老人机，你卡是袂是生焦的，啊坐完了后，因为后续都给他正能量，他不乖，但是后续还是说，我们全部的小朋友们给他爱的三下，你好棒。练自信啊，然后来爱的三下，练自信你好棒，亮哦！就妈妈我好棒，哦对，你好棒，乖乖坐好。我爸爸是个技师啊，吼，以外咧，中心老师培训过，吼，迄过冬的是唔超过六分钟，我是咧个技师，六分钟都未够啊，你背起来。那个罗达子说：“你这姊妹，今天我找出来招潮顶，哦，今天找你招潮顶，我招可怜的了，乖又。”有一波大浪的啥，所以各位先生，读经真的会改变哦。但是你要有方法去改行哦，去改行哦。我已经，我内边在耍四年级哦，
跨过贵人沟通啊，因为读经而勉强的啦。哎，家长来跟我赞叹，哎，校长来跟我赞叹呢。因为什么？他会赞叹我们第一是功不用钱，好、哦，阿志功老师还要买点心。有的小朋友，你做了学习，会跟他分享，他会说：“真的吗？我喜欢来读经，是因为我想要吃你们的点心。”我老有他，我三条线，你是因为要吃点心，哎，惊的哦。我辛苦啊，你规定食点心，但是第一年食点心，第二年第五年都难关。哦，安尼悠悠管理哦，因为我来读经会变聪明，会变聪明呢。啊，因为哦，咱钱老师以前都无我无讲有啦，伊咧读经，悠悠管理其实较轻松。是咧人讲，回去以后早上刷牙以后要读五遍。要有手势哦，五遍三，要睡觉之前刷牙完以后，要跟着爸爸妈妈读五遍以上。伊等于讲安尼逼我爸爸妈妈，我爸爸妈妈来找小朋友，伊来跟我讲，这妈妈你教得很好，他买回去都说要五遍以上，会使爸爸教，会帮妈妈教，安尼就对了啊，真的，如果这小朋友照这样做，他会进步，他一定会进步。所以各位姐姐，这就是方便法门。啊，咱去啊教读经，就是要哪？咱要平凡习俗，要教传道的呢？不是讲我做欢喜，要来教做欢喜。或许哈，都会经过这个因缘，助他们来开智慧。因为他的因是把地修，来被我们有地位来度。所以这叫做两面之缘的因缘。唔免咱去讲做侪道理，不只是官兵主义，心转他人的观念。各位先生，今日咱来遮研究真理，是要传递咱家己，咱是爱宣传的嘛？为什么当安尼？咱圣经甲咱讲，得不仁风人，人连风德。因为咱改变家己，传递家己，你才有法度人宣传别人，才有法度人感动别人。所以改变家己，感动别人，那么你才传递主义，宣传他人的观念。多前些，那个前人念老师师兄，道理讲哦，别人听，爱话老人家听，唔是讲我话你家讲，咱师尊老人家有问，讲到遮尔呐，跟我讲，遮尔呐老练，但是呢，好好嘛，无依着这真理去学习，去改变，去进步。那么各位前些，我们没有办法肯定后续。那么所以呢，咱今日做过线开会，还是同款，不管。在心或是无意识，都是在完美咱家己宣传他人的观念，宣传他人的一些观念。那么这叫做欢喜，吼，欢喜微笑无名，因为咱学道理、听道理、研究真理，其实真理是要透过文殊修，即我当然真正就是三菩提。慧眼菩萨，伊嘛是依着文殊修三学的功夫呢，教导就是三菩提。即我都讲，哎，我进入了，真正是一个有地位的修行者。哦，啊无，不是讲吼，咱咧修行人讲行，讲对快，到尾啊咧，希望吼，我刚刚读着，咱就退，退起，哦，退起。所以讲，爱思想发心。那么道理不是讲，听来讲讲好听，咱叫做教书的发心。听咱伫厝内，你身为一个阿嬷也好，身为一个妈妈也好，爸爸、阿公也好，伫厝内教育咱的囡仔，就是咧发誓。那么咱咧发誓教育咱的子女以后，咱的子女后生也明理。各位先生，咱拢免烦恼。真正我刚想讲，囡仔生落来，只要你甲生落来，你来甲教育。哦，咱伫已经，咱老祖讲一句话。孕而不育，失其道。今日你今日要给伊生，我要给伊教育，是不下得的啦，哦，是不下得。那么呢，老先生那边先生给的是先背着哪里注意？那多见人了，多来了，也该宣传遍。只要一年宣传，咱要给宣传。如果咱若无给伊宣传，等咱给伊生，给伊多，不给伊宣传，安尼嘛无下得，哦，无够宽广。因此，咱伫发誓的一年内底，发誓的年内底，不过就是要消家己的污名，起来度化他。那么，家己的污名要哪消？要改变。各
够浅显，改变才能够进步。那若无改变，遐道理啊，性命安尼讲，啊听就听咧，我的个性就是安尼，我的脾气就是安尼，我的毛病就是安尼。而且咱这王老师常常讲，修德打基业，就是该脾气替毛病。那些人做简单，但是做原则哦，以人为本。观光过文献，搞完之后，细细看，看可以知道，真正确实有影，道理做得到。但是咱愈逆境的时阵呢，咱要做何关键？转心念，转智慧，把咱的，是咱这意识哦，无畏意识转心的意识，转世成智，这就是咱今日听道理的一个目的哦。好，这叫法师哦，来，那么来，我要来讲一个不如意事，这是呢。在咱的身躯顶拢用着，多少显现？身躯顶会当做布施的物件，叫做无财的现实。哦，其实这个财内底有八，八就是金钱甲物质。哦，啊，这财就是咱的财富。哦，有七种的布施法，会使甲咱做一些分享。第一叫心施，那么心施呢，就是咱爱有一颗心，不能心。多少显现？咱今不管是做生意也好啦。中间无在人，我只想着好。我安尼一眼看下，现在中间无在人诶，连这個少爷都有来，吓死宝宝了。对了，伊连伊中间无在人，伊的暑假会当成功过这些。诶，阿电啊，阿哥阿电，我想着啦。他们这个帅哥，我们上面第三这个华大一大未来，这个蛮第一的。伊绝对有一个想，可能想，加伊想你，才会愈来愈好。而且嘞，伊今日来绝对是妈妈伊过来，哦，妈妈来讲，今日有班哦，恁爱当会晓上课，好食来研究，哦，所以今日才会让伊了做咖啡，因为拢无多做伙，我知影，听人是多做伙一点，可能伊大个人容易尴尬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即个想不能想，用伊咱想法都嘛是办法。你今日倒啦，你还有想法，伊有法在倒啦，哦，我爱倒读经班嘞，妈妈带小朋友来开始。我绝对想要有一个幸运，爱对伊吼够幸运的。不管是妈妈来带小朋友时阵，我对伊一种幸运的一个互动，让伊相信我，让小朋友相信我。哦，最后我安尼招伊来开智慧，哎，真简单。哦，即摆有一个子女甲阮分享，哎，妈妈是艰难心了，做优秀的，伊叫做保证哦，啊，我不能改动。全日点到尾啦，结果伊即摆要创啊？咧学做越南的老师，就是咧教中文、教越南语的老师，哦，咧上课，伊一年拢一个月拢去上课教书。我甲伊讲，保证后摆你若开课吼，我来上。哦，啊，有啥咧上课？我讲以后叫妈妈开往到越南。多谢谢，这个是咱我老师，你要是有想法的心，不管你是家庭也好，你伫事业也好。来到咱修法的一年啊，好好讲法，来练习哦，就是咱的因哦，保持三分的微笑，多言欢喜的笑容，是真练习。人讲哦，搁较歹的人都无较啥物，笑脸的，就是你也平安笑起，啊笑起，我无你爱搞面啊，我平常笑起平安面，你搞面，哈哈，我无会会平安面，因为讲无好，让咱平安笑起。但是咱练习一个微笑，哦，会当让人心情非常非常的欢喜，这嘛是一种的布施哦。好，演师，那么来到这演师，尊严佛菩萨，哦，拢是遍济一切众生，诸愿喜众生。那么各位先生，其实伫咱观道的道场里底，咱培养弟子，会使讲咱的。佛菩萨，甚至甲咱个前面，咱个点元师，咱个前辈者，伊是平等心。那么今日，我讲你也用佛心看众生，就是平等心。那么平等甲你讲，平等性地心无病，我有一个体会啊。为虾米咱爱食素食？咱无爱食众生嘛？其实咱嘛是平等心，因为一切众生，哦，我阿孙咧讲，我阿孙遐细汉，人家问。你三岁就要穿口啊！你为什么要穿口？我咧孔子有教诶，同学讲，因为动物是我的好朋友。你
一个请主之心非常纯洁的一个囡仔，伊拢未受着社会力量，伊的心境是安尼。动物都是我的好朋友。那么各位姐姐，咱今日要来讲兽性，要来真正兽性跟优先啊吼，起码素食吼非常的推广，全世界拢推广，不是咱食，咱市民人来推广的呀，就是要来会当真正平视一切的众生。因为我们平等性理，你有你属性或内底，真正当平等心，你才有当心闻的，吼，无分别，未种。我嘛是咱好朋友，你今日叫我当人，这个素食就来会变掉，哦，所以各位先生，这是要跟你努力的，哎，心思，心思就是爱以心作则，哦，以心作则，你今日是一个，咱的爸母，咱阿公阿嬷好，哦，啊，公司，咱的董事长、干部也好，来到道场，是道场的干部也好，拢是爱以心作则，哦，因为。我今年还是会办得一点化的，绝对爱有点靠拢当化办。那么你要有点爱化，一心作践。那龙点的是喜欢讲这样的，跟我来，不是你去做。所以点的是对要起一根线的，咱拢知影，伊个压唔到了，伊干出些可能压上天哈，你出些比较黄的，啊点的是不是要先来先，压阿唔到，压你三楼、四楼。拢有关系，只有一个点的是马爱养鱼吼，啊，那所有这一切的德务康会，点的是马爱大家一起来，而不是你们去做而已，这叫做以身作则。那么各位兄弟，这是咱们一行系的哦，严师叫做诚实，咱怎样高行巴菲特？各位兄弟，咱无论以股票还是咱讲巴菲特对不对？哦，巴菲特一共。我看哈，年代的这两双好乖，我看可以出来跟各位先生哦，现学现卖。伊讲高盛巴菲特伊一句话安尼讲啊哈，伊讲心思是非常昂贵的礼物，这心思是足贵足贵的礼物。伊讲要对一个哦，要对一个足廉价的人，辛苦顶得到心思是无可能。所以讲心思是非常可贵。那么以前的我怕跟各位先生。我以前在统一消息公司做会计，我有十几个业务啦，啊，迄十几个业务，我爱算业绩对不对？但是，我若到月底算薪水、算业绩，多少钱你拢知影？拢迄个薪水歹歹，对啊，身材歹，面阁无啥做面头，吼，阁袂使晓讲话，口才阁无足好，但是伊业绩第一名，我感觉足奇怪，我啊啦。你出去做生意是拢安怎做的？伊讲，玲姐，我出高，哦，我出高薪，但是呢，我爸无敲电话问咧，讲去小卖店的阿爸送。我讲哦，呀，头几年嘛，还是头老板，为什么啊？我若人来拖过，你拢会来接受？伊讲哦，小姐，你拢唔捌，人迄个人嘛来吼，都甲摆会咧，先进先出，哦，就是你在先进会迄个物件，伊哇，出来拜拜的，哦，你拜一家店拜拜，然后才来进修的，是不是？安尼要铺货，就简单嘞，对你有信任。所以，若要铺通个新产品，像我以前要发小的，什么摇摇，什么卖卖迄落个饮料，铺一点嘛，铺啊。啊，你走小卖店啊，你看铺一点。所以呢，这叫做诚实，啊嘛是一种的保持。但是你会得到人的肯定，吼，咱得到人的肯定，啊，咱今收入嘛都嘛是动力。咱今若无休息，讲真经呢，做侪工课呢，是咱的前辈先无法度来交代，吼，啊来做事，坐，做事是不简单啦吼。咱若讲咱来坐位，坐车也好，火车也好，敢坐位意面容易，好安尼看看，坐火车啊，像阮若常常爱坐捷运啊。很难比较。那么各位姐妹，那阿妹姐那个我比较熟，阿我是迄落迄四乡好景那个哥，我来转迄落区间车。我两个吼，那礼拜四啊吼，都是在拢在迄落外劳去佚佗啦，安尼规台火车拢往尖尖去，而且我搁一个鼻啊吼，手鼻，因为拢伊在咱各用些在咱新乡学酒吼，啊，就是阿妹姐讲，因为。
现象，我看到伊对不对？啊，好，但是好好水廿十以上吼，马上看到中老啦吼。但是你敢知影，咱起来吼，虽然个少年人有两个呢，美女阿妹姐，我爱伊主播啊，美女阿妹姐，我是双子，我用阿妹姐就讲，美女，你看，你在打工得力，我安尼讲这说，你在打工得力啊，你看伊多虽然有你济呢，我讲，上天最了安排，所以我就变高音。是我嘛，我咧注意看有几多人老的，还是大多的吼。人人比我比较老，还是大多。囡仔我嘛去量侪啦，我袂使安尼量侪侪，等下到量点啦。所以各位先生，咱学道理就是学这个所在，大学是上书。不管你学偌侪道理，拢用伫上生活内底，因为咱是为生活而修道。是为修德而生活，哦，这挺重的吼，各位先生可以做一个时刻。但是，若伊互我即阵的心境，我是为德为修德而生活，因为诸天主以及诸人一起该以修心为本，修德是咱这世人的功课，哦，甲咱的重点。因此，咱即摆是为修德而生活，哦，因为我要了脱生死轮回。生活中的一点一滴，都会当互你了解身心如何。所以呢，而且刚刚各位在演分享布施，就是一件怎样嘛？那布施，啊，这布施吼，伊在甲咱写叫做清净，哦，啊，这好怕麻烦，最衰，做这种过程，为什么？因为咱要点点听来讲话做人，我相信你敢要相信？但是无法即马有咧练，吼、嗯，就是吼，诶。公然更年期还袂过吼，这个擦，你来第二宝，第二宝请听吼，一、哦、些、就是、舌大边巧的请听，而且太太这么早了，更年期还袂过，这前显前到另外第二宝吼、哦，舌大边巧请听，这请就无遐简单哦，前辈叫你甲咱讲话，伊免讲三句我就听，我就讲啊，前显那边唔对，安怎安怎，哦，就这样简单，这个学生哦。是爱下功夫的吼，所以这叫无畏心。但是这无畏心会咱消耗尽，其实咱一般来讲的道理啊，拢会讲啊，我来做无畏心就是清分灯啊吼，啊来分房啊，做足济吼，事都得来工作，拢叫做无畏心。但是伫日常生活内底，咱会当做这无畏心吼，咱的心、咱的面、咱的目睭、咱的身躯、咱的讲话、咱的坐。而且啊，好，吼，啊，健康啊，好，拢会当做无畏心，吼，这是我刚刚各位先生分享。好，来到这，布施是一道的家己推，我讲为什么这么多？我较出难啦，因为下班还可以紧张，我坐车坐车，坐一下电视机，卖坐，我较袂惊。布施。布施是入道的阶梯，上中下升的路径。各位先生，咱今日无好有这阶梯，这叫天梯，吼、哦，这叫天梯。那为什么呢？咱今日真正伫苦海要渡上，又搁袂平安，爱一步一卡样的，慢慢仔踏。对咱遮开始为求道的当下，来开始发心，开始学习，一步一步的。啊，这叫你叫做上中下。咱们谈论伊都拍到来，最上心、中心、下心，有关于啥物？心境，甲咱心境有关系啦，毋是讲哦，这上悬的这上个卡这叫中心，有关系叫中心，是咱下叫啥下心？完全不是，就是咱心境的题目。那么心境的题目，各位先生，你所显露出来，就是不过上中下心的这意境。所以是入道的阶梯。今日你要做财师就好啦，嘛会使；你要做无畏师嘛会使；你今日要学功夫，要去度人、修转道心，你要做法师嘛会使。但是看你安怎提哦。但是各位先生哦，只要你三思辨念，你虽然做一分，上天给你十分。为什么？上天甲咱讲，你出三分，咱上天助你七分。咱做你手加起十分啊，对不对？十分就是好，就会当五万。但是这是道理哦，这是道理。看咱是不是真正要踏出去做？你
你只想靠我嘴做无，你的心不对，你的脚无，这是重点吼、哦。所以是该开，布施是行动意识修学进步的开祖。好，谢谢。布施是常常讲对不对？三思。但是你有法度登堂入室了，你有法度去体悟到伊的精髓了。咱常常听，咱后边老师在讲，哦，根据经典以文字般若。众生消魂解义，那你的身解义趣，你信解行分，啊，身解义趣，你要了解经典，佛菩萨，然后经典要创啥？度众生，因为众生有八万四千的八万，有八万四千的法门来甲对治啊。那么你这因缘内底，你要我度颠倒就是了，看家己的内在内心如何去推磨，所以是修学进步的开祖。你体悟身解义趣，叫你体悟是到上心、中心、下心，迄心境不是别人甲咱讲，啊，你体悟，一切都自己才能够知道。啊，你有法度一理归去无？我讲我大家第一提这真题，你以为这精髓无？真正是你家己爱怎样，我讲登堂入室。哦，我浅浅一个都讲啊，你心都唔知该变咩样，疑惑。啊，有疑惑你会来未？对啦，因为吼爱用时间，爱用你清醒啊。但是你只要我哎，我该相信，唔再分，再来讲信盖平静，首先你来相信，相信真理，信道真理，真天理真了，我多人盖，盖到佛菩萨道了，这经典了后，因为真理是绝对的，了解佛菩萨，伊为什么当归一个太子，归一个哦公主？我都跳到星球啦，拜五位星球不倒，这个过程内底，伊的知识啥物，各位先生咱爱先去教，哦，啊来爱无伊做呢，一步一卡伊无伊做呢。佛菩萨做的是啥物？上咱上求佛道好，上求菩萨的利益。咱学伊做了，你当就是了，你到我当进步。像我当今天讲啊，修行这条路吼，怕死无退啊，像咱坐头前这前辈车。你敢讲伊歹来，绝对无可能。你像我头前这前辈车，下骹咧停嘛通啦。我高步吼，我无法度一万二万。伊讲哦，所以一万二我无法使行，个骹袂行，我叫我后生载来了，通来，乖仔仔来通来。哎，我，迄落咱一二三来经典班咧，我较相信伊不一定了，伊的修行不一定了，但是自信。哦，伊的心性，伊自信分。对听啊，绝对管理上关。啊，伊会去呢，伊会去呢。但是少年的讲，听袂清上经典班，我无兴趣，我无爱去。但是呢，各位姐姐，只要有参悟，哦，上天绝对吼，互你有成就。一分的努力，互你十分的成就。所以呢，这就是咱修学进步伊的开祖，吼，伊的开祖。但是你要我多少钱啊？一礼归去，各位姐姐，不用登堂入室，付出才能够结出。你昨天投入，你到我的情境，哦，到我的情境，你现在道在参与后面，从无到有最精彩。但是咱今嘛在行功业别的协助比上，你意料之外，哦，所以你才会感觉到过去是困难的耶。一分哦，只要你找到你的分哦，一分三万、十万、十万，归到来一分的时阵呢，一点一滴是用金钱买袂到，而且呢是借还用钱做。因为呢，咱背东西特殊，你讲咱先生讲咱慈悲啊，咱只是儒家一文，咱是先儒家一文的五伦之一，所以哦是咱人需要的，对不对？嗯、人需要的呢。咱即摆世间人上需要就是自家的思想，那么自家是用于咱的哦，怎么样？叫做在家其事修行，唔管后面后期哦，根本不是人啦。为什么伫暗夜的时阵哦，不得的时阵呢？叫做根本不是人，爱怎后期家庭江山哦，抛妻弃子到后世去修行。所以，遐不是一般人要做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即摆咧，咱是儒
甲因为咱是每一个人所需要五轮三公五上五轮之间，咱是个天际。所以呢，这一年内底有咱一轮嘛，好先生，只要你有信心，因为你这家庭是德化家庭，相对的，你这家庭绝对达到准备好。我唔敢讲未烧未烧命安尼啦，然后煮甲煮个烧甲，哦，佫较好淡薄啊。有意见无同款的时阵，但是呢，你嘛要伊随好诶，诶对诶，哦，就像我有时啊结婚，我咧老二吼，我是亲较好，是准是诶儿子吼，所以变作是讲我是伊生，真正生有是假生有嘛，有时咱凊彩叫叫生。真正优秀，哎，你顶对较少咧吵，啊，若迄老大吼，伊常常甲我讲，妈妈，为什么吼，我当下咧好，啊，发出侪工课，囡仔洗身躯啥物啥物一大堆，为啥我老公当下伫遐挑脚看电视，啊，无着看伊个手机啊，我甲讲吼，其实是，咱着是困着上啥，上地上水，哦，来开始。啊！若先生个啦，把咱倒做工课，叫啥？我讲叫做躺。啊！若无把咱倒做工，做厝里个工课，我甲讲叫做就是，因为伊是天，咱是地，伊是公，咱是主，哦。所以无法真少叫阮家男子做厝里个工课。我若甲伊讲，伊就讲啊，无你要创啥？也是叫介绍伊个探经济，探经济哦，无法用个，所以无法足乖。但是今日家庭咱做些改变，对袂来，对道化家庭，一分万变。今日互我囡仔在心灵学堂，可能哦是这些家庭啦吼。那么借缘用心的作用，多谢你互我介绍，会使做上个是互我分到个迄落江南组吼，分到江南组。那么这呢就是伊家己自己啦，有时间的观念，我来。师尊的诸位，布施是基本的善用，因有上用心的这个带动。各位同学，咱今日做布施的工作，咱今日看一张电话，迄组长会联络咱来去办的，会由组长来看，对不对？啊，明日会拜托组长帮你联络的，这叫层层哦，环环相扣。那么在缓缓向后的时阵，那有啥物事来做的？不贵，就是咧咱基本的信用。请伊来求道，请伊来明白，请伊来研究真理。其实咱讲无贪着啥，但是这是咱的说明方式。这叫做凝聚向心的一个带动哦。建议由来差不多的位置啊，比较向心，比较凝聚力。叫凝聚力，那么这拢是咱爱布施的一个菩萨因。布施是高兴付出，非常欢喜付出，心甘情愿的付出。啊，就是讲你今做这个工课，讲干出困难，做艰苦，对不对？就像咱各位姐姐，咱老出去开工，哦，就像我发对点老师，还是跟咱杰老师共同开工。像咱坐飞机啦，无法着足艰苦个嘛。坐上飞机比咱台湾个国家泰国爱坐三点钟嘞，点钟嘞。我有一届，我甲你如果先甲电轮师吼，在上天最好安排，我安排去坐迄落个啥商务舱，吼，变成真正。我坐一摆啦，我电轮师咱敢会惊唔到？咱敢会惊唔到机舱啦？咱较有可能起来坐遮，伊讲飞机安尼飞到煞，吼，咱三个去坐遮。哦，诶，王树老师吼，你个毛皮坐经济舱，我算一坐商务舱呢。哦，我坐已经真有够舒服个啦，各位先生。但是要常常有这个物件，啊，咱坐因这经济舱坐三点外钟，像我比新加坡坐四点钟，啊，咱坐个困了，有时啊三个一定要上厕所，伊就要紧着去教。但是各位先生，这就是咱高兴的付出，咱今日毋是去趁钱。咱今是要去了观，吼、哦，要去真正甲道务、甲拢会稳定，会当传遍世界各国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这心灵内底，咱是心甘情愿，心甘情愿，就像咱后日拜，哦，我阿拜三，都要甲电轮师，请电轮师来陪哦，哦，阿甲
我浅显的，咱朋友徐汉子，遐伊咧新竹，够浅显。咱老师教咱只徐汉子来运用的过程。哦，伊当开始因为背山的一年的时阵哦，真正啥物拢无，到了一间海沙屋哦，伊讲一个过年哦，无二十块人买一间房啊，那是伊讲的。讲到伊在顶个号，我就在遐卡咧。啊，你明明家己敢有听见？你明明家己敢有？你一点多有去去分享。伊还袂揪到进前，过年无一斤两二十块，伊无钱啊，买去甲伊大姨啊，像伊大姨啊，你办呐。那么各位先生，起码嘞，哦，从古到今最精彩，因为背山的一年，甲伊带伊去修炼功德了，戒烦养生。伊倒咧有做健身没有？伊虽然无啥人在上班，但是伊倒咧是做健康。伊今仔带团咧去迄落新疆乌鲁木齐啊，倒来咧吼，洗澡倒来长长个，长长个。我哈一直咧关心讲，伊带团去俄罗斯坐，甲我讲长大要开团，活动是怎尼好诶？我哈安尼，伊还搁伫咧转飞机，我倒伊咧甲口音啊，伊讲咩咩嘛。素云姐，你怎么才把我插？我等下到时做水给你回复。结果我站的了，站起我互相给伊插，啊，伊可能不来。我关注问咱背山，讲背山的，啊，十六月开团，你咧分两间酒店好啦。背山搞我，叫妈妈，我爸爸今天在赶油漆。各位先生，咱背得来呀？今日我站咧关注他啦。叫伊养蛋啦吼，就换姜饼，换啥物换来，伊讲伊买娘家，哦，咱家就属于娘家。啊，伊咧，伊遐就亲像咱点团四个祖囝似的，各位先生，你敢要相信？真的？啊，朋友，迄个就着咱洪老师管理的一群人，哦，啊有外的朋友，台北、泰国管理足侪区呢，各位先生，啊，伊管理遮侪区，伊敢要请咱这個？这个帮手一道关，哎呀，所以吼、哦，咱昨天嘛是后礼拜嘛，搁要招咱几个先生去花莲的。我甲昨天讲，昨天准备干哪去两日、三日倒来，伊讲无，两日去倒来就两日啦，所以咱来去四梅五日。哦，四梅五日吼，咱太太你有要去嘛？你准备啦。各位先生，回去煮料理，回去爱讲道理呢，吼、哦，所以我刚才拜三去。迄个朋友嘛是同款，带两个厨师，哦，我甲阿朱是迄个上下哩，即过节去排班，变成是安尼点的。而且哦，或许很少当那个开坛的人才指引，啊，我怕干嘛要？为什么人家要带遐侪人去？第一热情啊，哦，第二浅显无用啊，啊，所以我怕买个开班的人才，啊，伊台湾是无机会啊，就伊到。比较朋友吼，拢有机会，所以各位先生，若有想要来的，我报名。啊，当三五岁以上人看票，无是消防开业，有形无形的传授，真的，有形无形的一个传授，只要有付出，办婚事务的兄弟姊妹，为着别人做的善事，咱下面话叫上天回馈。哦，咱迄个净空法师有一个徒弟来嘛。讲哦，师父啊，善事遮尔多，啥物叫做善事？他就回答让我想非常肯定。伊讲哦，只要是利益别人的、顺己利人的，拢叫善事。我前阵在看那昆明，善事小善有大善，对无？哦，比如讲，安尼我需要一杯茶，浅显捧一杯茶啦，还是咱拄仔咧邀浅显送一碗银饭来，哎。刚好他需求的，这种叫做显示。那些显示会让咱消完概念，有用无用转手，不是咱有法度去来掌控。人讲咱人较高，安怎？唔值得天气会变。因此，伊才互我讲伊讲的真有影。这个老师甲咱讲的，主笔甲咱讲的是有
有功效不了了。那么什么叫做功？经典上来讲，为心平定，文字功。为什么咱平定？我咧帮你想，咱吃素食够功？或许这个应该是有。人讲咱吃素食会生骨啦吼，会白啦、羊啦、牛啦，伊拢吃素食的，拢吃草的对无？有认真生骨，但是呢？你得爱专细心大，你才能成佛哦。因为牛要吃是佛，绝对无迄个牛。牛边啊要咱斗佛，牛安尼即边斗佛去斗起啊。爱人才能斗成佛，所以咱今日要经过了，要修行四谛，佛道三者，天者、地者、人者，拢是大哦。只是天者嘛也灵啊，地者嘛也灵，但是呢。爱透过啦，天泽嘛爱透过咱胆来阴甲报，即会当来求道。头先托你讲哦，来求道的这一面。那么地府的，或者一面呢，咱的祖先有超法、有地法、有神法啊。刚刚讲的是什么？文法，就是你超法，你的祖先叫做超法哦。啊，来超法，你名字起码叫做地法。啊，超法列诸路叫做根法，那么各位先生尽足修哦，尽足修。那么你加一个不的动不了我，各位先生，我发微信给讲安尼，唯有功德才会当第一步。我这一届比较深的哦，崂山遐个读经，甲咱这老师教读经哦。啊，搁有咱老师，你敢多努力还是功课？没啥功课，全部读经。青岛崂山听嘞，咱小董老师呢，也有负责，哇，陪咱江德老师读书班。那么你这个一年内底嘞，吼，咱徐太太嘛，有一个无形的代表，啊，还有挂念的心嘞，无法跟人艰苦到久的吼。但是呢，各位前辈，真实人无法目睭亲目睭看到，你敢相信？本来徐太简太太甲简玲子拢有看到侪，就是互我看过起来，所以无法。较袂感觉遐奇怪，可是足艰苦。这一年内底，钱老师，我刚刚讲都无法度，伊若无卡着了，伊就甲人分你哦。啊，钱老师来分去，伫咧分啥？咧砍地，因为咱钱都足大吼，伊咧下底有烧，所以咱叫做砍，啊足怪的，啊无伊倒去。啊，我讲都无法度，互我用三宝，啊，伊甲迄个人来去沟通无法度。因为呾钱老师拿电话，伊想讲我，即个人叫叫啥个代表？老师，你来讲一句尔，各位先生，伊讲好，无形的代表，你赶紧离开阮迄落董阿雪的身躯，崂山佛堂，大人的功德全部回向你。各位先生，你一定要相信哦。哎，阿叔，你先，阿叔，咱在场哦。你个人，你个简太太，你个徐太太嘛，就是咱董阿雪先生，伊虽过来过夜，我也是各位有身躯啊，看在眼里。来拜三个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们。然后，各位先生，这些的功德够多，力量结交嘛。伊出咱点传师吼，赶紧要去请到到点传师夫人吼，请伊吼，要对泉州回去到请到，伊赶紧去办到，甲功德做回向。因为你今日已经甲答应了哦，迄个人迄个无形的吼，伊要过离开。爱民主本来是安怎哩？你知？伊咧做餐厅，吼，迄个张老师呢，伊才是开餐厅。啊，开餐厅伊要海边啊，杀足侪只。伊出遐无形的人情分享，照着咱今日去，吼，伫遐听讲，着伫遐开班，伊来讲讲啊。那伊来讲讲，伊要会当了凡事要功德，吼，需要功德。伊出借这一点，变成是在咱们当一点保护伊个胆。咱咧电脑是必要的，啊，这功能做会用，所以呢，而且我甲咱做一个分享，咱拢知影网友是不必到网页顶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可能袂当互咱看咧，啊，不能看一下吼。网友咱干嘛？嗯。哦，不必到网，咱电影明星就对了。不必到网，这个怎么不灵光呢？咱看一下啊，看伊厝。哦，真正哦！我们院校有十四亿。我来
去嘛吼，叫牛鼻刀王十四个，迄个厝十四个啊，几块钱钱？但是伊卖厝了哦吼，所以面上较无面面四十岁啊，我只够伊世间，但是只够伊卖。Thank you.